在你新闻要来关心演艺界消息，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，嘛在演艺界底传。叶天伦导演的这电影《团圆饭》，主要演员包括金马影后陈淑芳、隋唐、台志源、陈浩森等等。啊，今嘛讲剧组陆续有人确诊，这个隋唐第一时间为着囡仔，赶紧就搬出去住，想袂到讲后来 PCR 阴。曾阳本来是阴，即马变阳性确诊，所以同经纪人回应讲，伊即马已经算是居家隔离中。陆清水堂生三囡仔了后，游玩真水。最近阁登来大荧幕演叶天伦的电影《团圆饭》，想袂到5月7日才拄开始翕，剧组就开始传出有人确诊。隋唐第一时间 PCR 采检是阴性，想袂到阁转做阳性。五号伊嘛伫 IG 讲，原本第一时间就对厝内搬出来，想袂到顺续隔离。伊讲家己无爽快镜头，只是烦恼妈妈和囡仔。不过隋唐阁直接点名，包括演艺圈在内，真侪公司无讲出疫情真正的状况，无透明的资讯，害人无法度自保，真失德。唔捌听过你甲我讲多谢。同款有演出的女主角陈淑芳讲，剧组大工拢会做快筛，目前身体真正常。台志源嘛讲，拢真正常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。陈浩森的经纪人嘛讲，目前 PCR 和快筛拢是阴性，身体真正常，嘛尊重剧组的安排。导演叶天伦强调，剧组拢会固定来做快筛，只要有人阳性，就会赶紧 PCR 和抗体。未来嘛会加强防疫规范，因为较真正恢复健康是上重要的部分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生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